好，我是你们爱弹吉他的军哥。今天我会跟你们分享我刚刚考完的古典吉他一级考试。在澳洲，考级叫做 AMEB。在一级考试之前，其实还有一个叫做 Preliminary Grade 的，就相当于预备级。而我是直接考的一级，跳过了预备级，还拿到了最优秀的成绩。这就是我的证书和考官的笔记。在考级当中，你需要弹三首曲子和七到八个基本功，考官还会问你一些关于音乐知识的问题，最后他会给你看一个没有练过的谱子当场弹出来。那我现在要给你们弹一首一级当中的曲子 Spanish Romance。